我现在应该开始在录了。哦，有这样有。嗯，那刚怎么了？上面的鸟不知道为什么，刚刚不理我。你后来就会习惯，都不会摔倒的。我有拖板过啊。所以你是他的偶像。什么东西啊？啊，这是要怎么办呢？我怎么办？要换个位置才能出去啊。哎咻，抓出去好了。啊？还是踏出去？踏出去就好了，然后退了。有没有踢干净啊？老板。他会踢的啦。我跟你站太近。好了。好吧。你可以帮我瞧一下电线吗？现在电线的位置把我自己卡到。其实就是那个帽子那边往后弄一点就好了。我脱了一下手套，我还没弄好。上面头有没有连着？你头硬一点哦，我要往后弄。啊？现在几点？我看一下。现在三点了，欸，其实就下去了，下去就收工了。对啊，差不多啦。好，现在是2:52 ，Go Go。大家都出啊！离他们远一点好了，等他们走远一点。哎呀，湿湿啊！手套也好湿。我的手套两个都全湿了。今天要把它放在暖气那边，好，想办法问暖气怎么开。哦，没有，我今天就换手套啦。我明天戴另外一副手套啊。Angie 下面有雪，要踢掉哦。姐，下面有雪。你要踢掉哦。脚跟。对啊。完了，你姐也站在那种会滑下去的地方。脚跟要踢掉。不是，站错位置了。脚跟要踢。脚跟要踢，再踢一次。再踢脚跟。你没有踢到脚跟。还是没有。好，有了，可以了。好了。人好多，
哦，人超多，赶快绕跑！现在人不多了。哦。都来了。要数到五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 ，Go！ 轻轻松松，什么事都没有。没有啦，都走了。哎，趁没人，赶快绕跑。这不是啊，这个随随便便都滑过去。要转弯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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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事，转弯，轻轻松松。啊，舅舅嘞？舅舅在下面还是在哪里？在上面啊。他没事啊，他自己就站起来了，马上都绕跑。
好，轻轻松松，没有抖啊。停下来就好了，下个弯，转弯，转弯，转转转转转转转。让其他人过吧。他在干嘛？那个，你这里没办法站哦，你先翻个身才站得起来。趁机休息，因为现在人很多，还不如休息一下。趁人走了以后再站起来也可以。你可以去找爸爸，你先去找爸爸。不要撞到哥哥哦，这就是甩尾滑法的缺点。厉害，帆帆只是一直跟我滑，他现在都知道平着滑了，不会甩尾，而且他也敢朝下。不是啦，他也只是停不下来而已啊，对不对？啊！你要怎样？我要走了。后朝山倾还是怎样？刚看你在摇晃。好了，去找他们，在那个方向。那就走掉了是吗？撞到。什么什么？又怎么了？
倒后又有人撞他一下。不是啊，我知道，我是说，是在那在叫什么？按你的眼镜呢？哦，我将会折到，等一下。他眼镜还是会曝光啊，还是会雾掉啊。这个时候就是开动的时候了。他们听得到，你讲一下哦。好像这里还好啦。哦，你要怎么休息啊？别回去，卫生纸有没有？卫生纸吗？我有，我有。来了。这边，看看，看后面。三、二、来。哎，你按不下去。3、2、1，两个一起摔，两个一起斜靠在地上，哎、这样。啊，有。卧佛。3、2、1，按不下去。啊，触控摸到。两个起来了，再一次。3、2、1，你脚打长一点，你要修长好吗？3、2，还要修长是怎样？好了吗？好了。啊，我突然间跌倒，然后说你的妈妈，现在又，我的年纪又来了，又要出发了。不要这样，这个角度不太好，这样朝山下站哎、欸。好，这样就很好。准备喽。哎，你复活了！好，很好。好吗？刚就觉得奇怪，怎么棒棒少一只？这是冰啊，这不是雨啊，这是冰啊。好啊。不能停太久啊，停太久效果跟下雨一样。啊、摸一下镜头、啊。摸。哎、对啊，你也都是水。好了，摸完了，赶快绕跑。男的已经做完了吧？哦、下面还有一小小段呢，还可以啊。啊，走了。感觉湿湿的，下面空气比较暖。我觉得我一直在滴水。对啊，我现在可以拔掉了。这里就是雨了，这里就是雨了，赶快赶路。一半是雨了。拍谁哈？依据错误。什么？那我们在中间坐缆车下去，还是要滑下去？滑下去。我们说，看他。下雨了。对。啊，反正我已经湿透了，我是没擦。走了走了，这里是雨了。
雨，下雨，下雨，下雨。做了错误的选择吗？对啊，我在想中间可以坐车啊。哎，对啊。那人呢？又倒了之类的吗？对啊，你已经习惯这样滑了。然后，所以现在全部的人就只剩下史丹尼用扭腰滑法，超不稳定。用扭腰会很不稳，你看，它可能会倒的。哦，一直下雨。就很湿啊。那你就不要戴眼镜了。不戴眼镜看得到东西吗？又湿又不好控，救命啊！淋雨，是雨吗？是啊，冰加雨，有冰块，其实是冰块啊，但是因为气温比零度高，对，化在我们身上。没关系，他这样才看得清楚。现在没太阳，走吧。对啊，这才看得清楚哦。嗯。你看得出凹凸吗？看得出来。好，那就好。你怎么了？没有啦，你现在是没力气耶，我们赶快去中间休息。对啊，就是要去中间坐车回去啊。
我们大家都要坐车哎，因为雨太大哎。我想要回去。没有红线了哎。往左靠，往左靠。加速，加速，往左靠，加速。要坐下去吗？下去啊，坐车下去啊。这还可以下、哦。还是要滑下去，直接放弃。我要滑下去。可是滑下去很累，因为下面很平，雨又很大，所以那个雪会很黏，速度很慢。
都不好玩，所以我想要坐车下去。哎呦，哎呦，稳到哦！这样没办法坐。赶快脱下来，你们会停不下来。累积了又一次红线的经验。要关吗？啊？要关了。